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珠江呢 ，Pearl River 珠江，它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制造商。那么在2000年的那个时候，那很多的中国的钢琴都不被大家看好，所以一直到这些欧洲的 engineer， 欧洲的 makers， 他们到了中国去以后，设计了他们设计钢琴，让每一个钢琴有不同的声音，那么在中国制造或在中国组装，现到如今这个珠江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琴工厂。还有呢，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今年2016年，珠江买下了勋猛，它是另外一个德国的属于 performance grade 的等级的钢琴，它买下了勋猛的公司90%的股份，所以中国现在有很多的中国工厂都买下了德国的小工厂啊，或者说在德国的工厂。珠江也是因为当年他买下了一个德国的工厂叫做 Ritzmuller， 所以到了现在这个珠江的整个品质，它的声音完全就像是欧洲的声音，还有它的品质也一直在提升。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这个中国出来的钢琴一直到现在还能够生存的，它都一定有它的质量。